Bye.连不是。晚安 ，Hello， 逍遥，逍遥。这是这首歌吗？这首歌是我想放的那种。晚安，福福妈。晚安，开心。晚安，果冻九号。是吗？这首歌是我想放的，听到副歌，不是，好，这首歌不是。晚安阿翔，晚安志宏，晚安大卫仔，晚安 Gemini， 晚安吐司吐司，这个歌不是。哎，那那首歌叫啥名字啊？不是这首啦。查一下，哎呦，电脑。Your show takes place in the 80s. 晚安，辉仔。晚安，一二三。Hello， 小苏。Hello， 怡娟。Hello， 齐威。Hello， 后影。Hello， 一凡。打中文。晚安 Geek， 晚安 Gemini， 晚安 Tomo， 晚安夜空影，晚安一杰，晚安。哎，哎，啊，不就叫这个名字吗？可恶，为什么我找不到？哦哦，叫这个名字哈。晚安 Kilo， 晚安安杰 ，Mighty Little Man。你们刚刚有，你们不是刚刚，你们最近有玩了我推荐的那个游戏了吗 ？Hello， 小欧 ，Hello Sam。Hello， 晴天。哦，哲哦，对不起，哲。Hello， 易凯，你还在餐车？你还在旅馆？没时间玩，我刚刚还在玩。Hello， 四红，解密的还没，解密的可以玩超久。Dino 还在努力。跟大家说，我的那个 Dino 已经到最后一个，目前最后一个餐厅了。哦，咱一起出第二集了，大家下播可以去看一下。Hello， 回回，墨西哥太难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说，墨西哥超难。墨西哥的时候我卡超久，还在医院里。墨西哥我卡超久的，墨西哥真的很难。你刚破百关，都在练习。有博弈，有看到博弈那个很厉害的影片。对啊，你看两天墨西哥真的超难的，因为墨西哥的很考验左手，但是通常我们左手都超弱的。Hello， 安哲，今天有点烧瞎，今天有吗？恭喜小红升级到第二级，今天有可能是我刚刚晚餐吃很辣的东西，所以今天有点烧瞎。Hello 微鱼 ，Hello FBI， 谢谢小红的玫瑰。Hello 小雨，这个音质是不是不太好？
对，我现在才发现这音质不太好。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奇威的幸运四叶草。Hello Tammy 浅 ，Hello 小红。今天比较角度比较高，你确定不是因为我瘦了吗 ？Hello 卡丘 ，Hello 繁文 ，Hello 又 ，Hello 北科潮潮舞 ，Hello 慧香 ，Hello 思源 ，Hello 小沙。为什么你想找妹妹去帮忙？是不是？完全不是我天马行空的在想，我是认真的有在想要怎么破关的。但是我后来，因为我很幸运，就是我在玩那个墨西哥关的时候有遇到那个道具的活动，所以我后来就是用，我后来就是如果我后来我那时候怎么破关的，我好像是。就是我如果拿到那个可以一直用，它不是连赢三关就可以选一个道具吗？那时候，然后我如果拿到那个前两倍的，我就会赶快把有关钱的关卡都破完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没道具很痛苦。Hello， 一二三 ，Hello， 北极猪 ，Hello， 叶问，台南叶问 ，Hello， 好郁闷。你还有道具，你还差两关，你差两关。对啊，有时候那个。看广告的那个加十秒啊，还是加一个人，真的超级有用的。墨西哥的小呆超级需要。Hello 不知火舞 ，Hello 小光，还有天竺鼠车车。对啊，而且你有时候你这边已经很忙了，然后你这边根本没空理他。哎，这首歌的音质本来就是这样吗？可恶，为什么我找不到音质好的？算了，不播这首歌了。晚安 JC99 Hello 尾邦，哈，这首歌为什么不信邪？再播一次，看看音质有没有好一点。好，我知道这首歌原本就是走这种风格，好不？那我们还是换一首歌。Hello 盛汉，他本来就是这种 rock 风格，只是因为我听主题曲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，应该是说他可能有两种版本吧。哎呦好烦哦，我想听的是那个主题曲版的。 Hello 可乐王 Hello 大黑，要怎么找主题曲版的呢？我给大家听一下主题曲版的20秒。本来是这种感觉，可是他可能前面是另一种感觉吧。晚安，我在找什么歌？我在找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影集，就是那个《少年谢尔顿》的主题曲，就是我刚刚播的那一段，我觉得那段超级洗脑，然后每次播那个就。对啊，有些杂音感觉不见了。对啊 ，Hello 大黑 ，Hello 书局门口种的柑橘 ，Hello 阿顺，还是家中客厅很多人？没有、欸，我就是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角度，我就随便架了。我家现在没有什么人。啊，我真的找不到那首歌哦。啊，好吧，算了，找不到呢，算了呗，播别的。播一下别的好了。Hello 袁凯 ，Hello 草莓酱 ，Hello 谢谢 JC 九九的真情告白一 ，Hello 史努比，谢谢博弈的银戒指，谢谢博弈，谢谢数据不空中感觉一封信，谢谢博弈的银戒指，上镜的计算机，计算机上镜，没事啊，日常居家。居家女友感有没有？居家女友感觉旁边会有计算机吗？我现在都在玩另一个游戏，没有啊，我两个一起玩，就是抓空档玩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游泳池已经新建好了，你们不要太羡慕。我的游泳池上面有游泳圈，然后还有水中酒吧，然后还有水中休息区。我的游泳池上面还有两个比基尼辣妹跟一个比基尼辣妹的男朋友，
Hello 易颂 ，Hello 默默 ，Hello 静 ，Hello 朱雪城，然后我的饭店楼上，谢谢奇威送我励志感蓝帽，谢谢奇威送我励志感蓝帽，然后我的那个旅店的楼上有那个狗狗玩乐区，对，没有救生员，晚安家居，看不出来是不是美女哎、欸，她好像戴太阳眼镜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男朋友。谢谢 Kira 冲浪失败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男朋友哎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谢谢 Jessie 九九的啾啾你哦，谢谢 Jessie 九九的啾啾你哦，谢谢小梁的一封信，谢谢小梁的一封信。但我刚刚吃完饭在玩的游戏是密室，我在玩解谜游戏。对，谢谢小梁幸运现场，谢谢 Neil 的纹身礼。哎、欸，你们今天不觉得我头发很顺吗？怎么没有人夸奖一下我的头发？墨西哥这还有多少餐厅？谢谢易送的枫叶，我来帮你看一下。我的手机在充电，所以没办法移动，很烦。谢谢数据门口种了柑橘的韩式花束 ，Hello 瑞龙，谢谢小梁的一封信。昨天有洗头？对啊，有洗头，我头发很顺的嘞。上次很顺，可是上次很塌。等一下，我手机在充电。拉不过来。晚安贤，今天头发看起来香香的，就真的香香的啊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墨西哥之后还有几个餐厅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还有四个餐厅，墨西哥之后还有四个餐厅。对， Hello 耳机讲好久不见， Hello 瑞荣，对啊，比基尼辣妹，你们到时候可以看，你们想要看我的游泳池吗？可是我手机在充电，我脸太漂亮。哎呦，这么会说话 ！Hello 柠檬 ，Hello 阿凯，谢谢贤贤有指定我吗？贤，秀明晚安，秀明有指定我升写真吗？很久吗？感觉蛮久的、啊。Hello， 谢谢阿凯的什么？掌声鼓励一下柠檬的圣火。哎，讲到圣火，奥运是不是快开始了？Hello 枕头 ，Hello 思涵，晚安。奥运开幕好像只剩几个礼拜，一个礼拜而已。听说最近新闻常在报，这次的奥运，哦对哈，耳机奖上次有来，可是耳机奖来一下下，感觉就消失了，可能就是没留言这样子。哦，是剩两天哦，那我讲错了，我以为剩一个礼拜。谢谢 Cake 的 Kiss 啾啾，谢谢秀明的掌声鼓励。Hello 枕头，嗯，新生哦，是下周五。如果日暮去年醒来怎么办？他会发现他算错时间了，他会发现竟然还有事情可以影响奥运不举办，他只好再去睡一年再起来。晚安伟霆，谢谢修明。Hello 璇璇，异想今天开会了吗？哎呀，你们怎么有内线消息？奥运开始的日期，我去到最后一间餐厅了吗？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最后一间呢、欸？但我目前为止下面没有别间餐厅了。对，旁边有计算机。对啊，我在书桌，暂时想不到。Hello， 谢谢思涵。Hello 智 ，Hello Jimmy， 懒懒限动什么？我来看看懒懒的限动。懒懒说了什么？我们今天微录影。被大家知道了，我们居家投票、哦、我们居家女友的居家投票，为居家投票。明天晨晨第一次直播，大家要好好的爱护晨晨，为投票，知道又没关系，对啊，好像也没关系哦，所以就告诉大家，没错，你们看有没有感觉我今天妆有升级了呢？是不是我的妆比平常还要浓一点？我今天有上睫毛膏，对，我今天上了比较完整的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势必是有工作的。
才不然你们觉得我的头发跟妆怎么会这么整齐呢？对不对？有工作就不一样，有没有全面升级感？对啊，你们不觉得我今天特别的亮眼吗？跟平常那种居家感没有没有，居家感也可以很亮眼。对，真人你会到家里，你说外就是那个送去外面居家女友去外面，这样就不居家啦。微亮眼，谢谢土豆 ，Hello， 谢谢 Chris 的看好你哦。对，连网络都升级了，最近网络应该不会卡了。最近 我现在斜前方有一台黑色的机器，很厉害。最近我爸爸终于把网络升级了。对啊，我今天妆比较浓一点，也不是比较浓啊，就是比较完整。对，也不是浓，是完整。以前是太不完整了，以前随便乱画，以前随便乱画。谢谢谢谢启威，谢谢爸爸，还大家还不一人一句谢谢爸爸。但是如果还是会卡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对 ，Hello， 星期三孩子急转弯。我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那个蓝色，土耳其蓝。对 ，Hello 微雨，谢谢爸爸，对，不客气，我帮我爸爸跟大家说不客气。看来大家可以去把这个，你们可以换东西埋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路由器现在不需要，可以埋别的。我上次也眉毛也不画，我上次是因为我觉得我眉毛长得很浓啊，我那时候想说，我眉毛有画跟没画有差吗？就是根本看不出来吧，因为我眉毛是算我算有眉毛的人欸，你看我算是有眉毛的人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样看很丑欸，这样看很像什么格格之类的，清朝格格不是都会这样？我算是有眉毛的人，但我今天有画啦，对啊，所以不准，我今天有画。晚安 Sam,Hello, 奇威 ,Hello, 瑞龙。什么？是不是你看我真的头发很严重欸，我真的需要去烫头啊，不不染头发。好像有点撑不住欸，有点明显对不对？你没化妆跟你化妆都很好看，谢谢 Daisy 九九。有工作是不是？微录影啊。微录影，我人设是格格，可是我不是清朝的格格啊，我是穿越过去的格格，对，穿越格格，我不是清朝格格。布丁头有点严重，对啊，不知道欸，差不多要去染了吗？哇，你看是这样子欸，长了好多头发哦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。可是我还没想好要染什么颜色啊，撑不住了，想念哥哥袁凯，想念多看几次。我是哥哥，开工代表已经跨山，还没，今天是在家里，就是视讯录影，今天没有出去外面录，所以等到出去外面录的时候，其实我下礼拜差不多就要快筛了，我在发抖，好害怕，很害怕快筛，对啊。给发型师决定，不是啊，我虽然是会给发型师决定，可是呢，我会先给他一个范围啊，我会先告诉他我大概想要什么颜色，让他有一个概念，不然他也不知道怎么帮我挑啊。对，兴奋可以工作吗？不是欸，是要快筛，觉得很可怕，要快就是那个筛进去觉得很可怕。今天来讨论染什么发色，可是其实。我可以染的发色不多啊，怎么染都那几个颜色而已啊，就是因为我不能漂嘛，我头发我不能漂头发，所以我很多就是奇特的颜色，就是比较浅的颜色，其实我是染不出来。对，有啊，我有预约疫苗。Hello 李真，但我那么年轻，应该很久之后才会打到我。不是说染什么都很好看。是染什么都很好看，只是，还是要想一个颜色，一个，毕竟钱都要花下去了，要选一个自己，不能就是感觉不要每次都染一样颜色，不然就感觉钱白花了这样子。颜色差不多，对啊，其实颜色都差不多，要不就棕色，要不就黑色，要不就偏黑棕色，对，
条件这么好，紫色哦，怎么能不好？紫色，其实如果你染这种颜色，你不漂的话，你会很就是会很深，就有点像是，因为漂就有点像是，把怎么讲？哇，好难解释，就是变透明了，变透的感觉，把颜色变比较透。但是如果你没漂的话，就透不过去，然后就看起来很怪吧？我觉得，对啊，看起来很怪。我是 TP 最快打一秒，喂，没礼貌。想念我二单法兽，我二单是什么颜色啊？我其实已经有点忘记我二单是什么颜色，要不就浅棕色吗？还是什么紫色 ？Hello 苹果猫 ，Hello 威鲁，我上次滑到我很久以前的照片，就是也不是很久以前，就是乌吼的时候的照片，刚染红发的时候，然后我发现哇塞，我的红发真的很红哎，就是我看照片有一种哇，怎么那么红的感觉，我有点吓到，我已经忘记就是有这么红的颜色，我染过这么红的颜色，参考妹妹的颜色，妹妹染蓝黑色，黑色对。现在很红，难怪现在很红。对，我那时候真的很红，我现在也很红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是有吓到，我想说我头发这么竟然这么红哎！谢谢吉米周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吉米周的掌声鼓励。可是其实那个红色，其实也我觉得我撑蛮久的，就是没有说退的那么快，就是红色有维持一段时间。零一认证红毛猩猩。阿北上下颜色，阿北上下的颜色要漂过才可以。阿北上下颜色有点粉红色，对啊，要漂过才可以。我今天剪了头发，我好像有点剪失败，我把这个剪短一点，太长了。可是这里是怎样？这一撮是怎样？这撮也要在后面，对。应该要讲，这次投票活动有什么想法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次投票活动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啊。当然，怎么说活动有活动，当然势必是想要成功嘛，这个是谁都想要的、啊。但是我觉得怎么说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尽力吧，佛系好不好？也不能佛系，佛系再积极一点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尽力吧，佛系好不好？也不能佛系，佛系再积极一点是什么？佛系的再积极一点，还有什么可以代表这个说法？佛系再积极一点，你投完下来，谢谢你哦。佛系再积极一点是什么？一直来都好像都这个形态，也不是吧，就是。要看活动，看活动是什么？谢谢秘书，看看活动内容是什么再决定。对啊，微佛系，不是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多办很多张会员卡，好像是一件，好像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不可以，但是就是会员卡有需要办到很多张吗？就是我这样完了，我这样讲话 OK 吗？当然，大家如果愿意为了我多投很多票的话，我真是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会非常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我会传送我的幸福给你们。对，等一下来，对，反正呢就是顺其自然啦、啊。对啊，毕竟我觉得量力而为吧，因为毕竟是不是握手券或什么的嘛，因为你握手券，你多买一张还可以。多握一个嘛，多握一次。可是会员卡多一张，哎、欸，可是会员卡可以办很多张吗？会员卡是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上次投票就有办很多张，对，量力而为，对，量力而为。愿鱼要帮我投票吗？哦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哎、欸，那名字都取一样也可以吗？哦，是根据信箱。对，我刚想起来了，企鹅好像大家有重复买。对，想起来。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有很多张会员卡，
可以拿到很多张成员亲笔的土签，是写你的本名的。对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很多张上的没什么用。对啊，会员卡，因为你怎么说，你就只有一个人。因为会员卡不是可以有抽选资格吗？就是抽选资格，就是活动抽选资格。但是如果你有两，就算你有三啊，但你会比较容易中啊。我把我想到，我刚才想说，可是你只有一个人，你要怎么出席？如果你两次都中，你要怎么出席？你只能选一次。但没关系，你可以加快你中奖的机会。现在办还来得及吗？肯定来得及吧，现在办一定来得及，数学课本。好，我们还是来宣传一下那个活动。虽然是一个微佛系的心态，但是呢，对，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下活动。为了投票，还是决定办下去了。谢谢博弈，独自一人兵分两次都去找妈妈轮回。谢谢瑞妈，谢谢瑞妈，不代表不在意。对啊，我觉得在意是谁都会在意的吧，就是在意肯定是谁都会在意。没有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一直在想的会员卡是那种，我一直刚刚心里想的会员卡是那种出去外面消费买的那。办的那种会员卡有没有？就是，因为会员卡大部分就一个人办一张嘛，因为有那个资料或什么的、啊。Hello， 企鹅，等一下啊。不过如果大家觉得多办几张会员卡很棒的话，大家可以多办几张会员卡哦。我来看一下活动。嘟嘟嘟。专攻妈妈族群也没有啦，就是对啊，没关系，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还有很多活动，对吧？我们大家还是大家就是量力而为，对啊。Hello 杨公公，谢谢。Hello 浪客859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这种有这种活动，什么可能谁不会在意呢？肯定是会在意的。然后集中投票，对啊，集中投给我，谢谢。Hello， 招财猫，我是招财猫吗？我不是招财猫啦，我是猪鼻龟。尚未成为会员者，请点选立即申办，确认会员特点并加入会员。取得会员编号后，前往以下活动投票页面，输入相关资讯。选择你所喜欢的成员，陈思雅投下神圣的一票。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哦！谢谢杨公公的银戒指。Hello Ultraman， 一年只有12个月，对，一年只有12个月，哈，真是！如果一年有38个月、39个月，就全部人都可以拍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讲是不是？一年怎么只有12个月呢 ？Hello 杨雄 ，Hello 呆呆。Hello 小佑 ，Hello 玉，刚刚那段是证件发表，Taki Taki， 哦，我知道，我们练腹肌的那首歌。那我刚办会员怎么投？冠的，如果你办了会员之后呢，你先收到你的会员编号之后，你就可以前往投票的网址，对，你可以上 TTP 的官网就可以连到了，然后投票网址那边。你就可以选择陈思雅，然后投下神圣的一票。对，38个月就没，对啊，有38个月就没那么多问题。为什么不出日历？日历365天，天天都可以，天天都大家都可以。你酒气有点，我酒气有点重吗？我有吗？我普通，我普通。Hello， 中人，谢谢 Gek， 谢谢保罗。保罗要不要办会员卡投我一票？要先填问卷，办会员要先填问卷。啊，还是你们集资一下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可是集资有点难说，哎、啊，这样要算谁的名字办会员？好吧，还是不行。我来想一下，我来帮大家想一下，我帮这个胸膛想一下那个合作方案，有没有什么合作方案？你的两票，我的两票一定是你的。谢谢玉 ，Hello 大健，会寄编号给你，谢谢那哦，哦不是，不是寄给我，是寄给申办会员的人。三的倍数理论，什么是三的倍数理论？个人办的效益是一样，是啊，集资跟个人办效益是一样，不一定啊。譬如说两个人，他们一个人只能出500好了，
一个人如果他最多只能出500，那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就可以，他们就可以办一张会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哼 ，Hello Kevin， 跟其他粉丝说不要看到大爷爽，我哪有呢？我自己多办几个，我自己多办几个干嘛？我自己办会员卡很好笑哎、欸，还是有要有点企图心，当然还是要有点企图心啊。但是大家不要就是也不要就是怎么说呢？我怕大家你们会感受到压力吗？应该也是还好吧，你们应该也不会吧？三峡要买三的倍数，我有说过三峡要买三的倍数吗？怎么我怎么会说三呢？应该要买5的倍数啊！我那时候在说我想什么？请哥哥跟妹妹同理，哥哥跟妹妹那有会员，一家全办就可以办四个。哎呦，我们当然就是我心里所想的，当然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，就是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我心里所想，当然是这种活动就是。如果能让外面更多的人就是加入 TeamTP 的会员，然后借此常来参加活动，扩大我们的圈子才是最好的。对啊，还在弄投票，可恶！推广团体的重要性是没错啊，不然就没有什么意义啦。如果你一个团体1000个会员，然后300个都是亲朋好友，感觉就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，对啊，所以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让外面更多的人认识我们，对，就是不要画地自限，我们不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里面画圈圈，我们要走出去才可以。晚安，欢迎真的是 ，Hello， 安沙卡拉卡，早安，你还没找到财富密码？没事啊，没事。你的财富密码搞不好在8月之前就会找回来了。Hello， 一晨，晚安。投票时间是到，投票时间到8月25号哦，是礼拜三哦，8月25号。可不可以叫？谢谢花影战士的银戒指。Hello， 跳跳。Hello， 苑宇，苑宇要加入会员吗？今天有帮我拉票，真的、哦、这么难得，谢谢他。Hello， Iron。比较容易。Hello， 小薰。Hello， 新华。愚昧过去，又可以能够推广团体，感觉才是你最大的愿望。不是啊，不管办什么活动，能够推广团体都是我最大的愿望。不管是什么活动，这个都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吧。因为你没有扩出去，就是团体就不会进步啊。就是大家就是。怎么讲？就是团体成立一年接着一年了嘛，总是要把目标再放大。谢谢玉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天使深深的看好你哦，谢谢玉的看好，谢谢玉的掌声鼓励，谢谢这期99的玫瑰。今天话题感觉很认真，今天没有，我没有想说要很认真啦。晚安，我没有想说要聊很认真的事情。晚安，斗力王，全体都进步，当然全体都进步啊。没收到卡片，电子信箱应该会有，就有会员编号就可以了。Hello 罗侯，谢谢微雨的银戒指，谢谢洛克。Hello 小熊，团体利益大于自己的利益吗？我觉得在面对团体的事情的时候，团体对我来说，团体利益是大于自己利益的。但是如果面对的是我个人外面的工作，那我当然是我个人的利益啊，就对啊，因为如果我个人出去工作的话，就是。哎，对啊，我在讲废话吗？我这句话是废话，对不起大家。Hello 杨雄 ，Hello 益生菌 ，Hello 益姐，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讲什么废话？对啊，有团体在的时候，肯定团体利益要大于个人利益吧？我觉得，因为团体好，个人好，团体不一定会好啊。但团体好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变好吧？是吧？我看你开始认真废话，我看开始认真废话，不是啊，这是我的中心想法嘛。对啊，个人好，这种团体不一定会好。只是如果是团体好的话，基本上呢就是整体好。对，自己说好自己。我刚想了一下，觉得我在讲废话。谢谢小薰的掌声鼓励。哈
Hello, Masanobu。Hello, Hello， 幻影战士。个人也不一定好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对我们团体的性质来说，团体好的话，个人可能不一定会到超好，但是至少就是至少不会不好吧。对，今天打光打得好，谢谢冠德。对，我觉得以我们团体的性质来说啦，至少不会不好，就是团体好的话，粉丝基础就会大嘛。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个人跟团体都要好，所以这就是一件蛮难的事情，所以经营一个偶像团体并不容易。但是不会差，对，七七八八我就是要讲，但是不会差，但是肯定是不会不好的。对，个人要先成为利己者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互相的事情嘛，个人也要好，可是有时候你这个协调度是很难抓的，就是这东西要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是一个蛮难的事情。对， Hello 酷妹，基础会好，基础会好，这东西很难抓吧，我觉得要去调配的好，要去做的好，Hello 麦普，谢谢麦克风，谢谢杰利叔主人的麦克风。 Hello 马萨诺布，全新理肤保水三酸焕肤瓶，粉刺减少一半，100位顽固粉真心口。你以为最后30分钟才会聊认真？我没有啊，我是一个那个随和的心态。谢谢 Sam 的啾啾牛，谢谢 Sam 的啾啾牛。总之，我还是跟他讲一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吧，就是呢，一个团体要成功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。虽然听起来很像废话，但是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。谢谢 Sam 的啾啾你哦，微解封之后马上进入，差不多了。谢谢 Daddy 九九的真情告白，对啊，很随和啊，七七，对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真的虽然是废话，但是是很中肯的话，就是要有微解封，也不是啦。对自己和才对自己和团队，当然就是我觉得你要短打或是要全雷打不一定嘛，有时候要看现场的状况嘛。啊，有时候你就真的打不出全雷打，对不对？那你能短，你有时候真的没办法打全雷打，可是打短打就可以得分，那你要不要打短打？这就是一个，哎，谢谢和你一起，这就是一个。天时地利人和。没有啦，真的运气也是很重要，时运对一个团体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重要，对，中乐透就需要运气，对，就是运气啊，对啊。好了，我们怎么聊到这个的，我们今天是怎么聊到这个的。哈喽路人葵，谢谢天叔叔车车的银戒指。为什么聊到这个呢？哦，对，关于这个投票还没宣传完，宣传完了吗？我念完了吧？从年历开始，对，从年历开始，居家投票，对，居家投票，对，我们不能跑题了，我们在讲投票、欸。宣传到一半，对，宣传到一半，谢谢他，TA Panda 的圣火，谢谢家居，谢谢家居投票给我 ，Hello， 谢谢 ，Hello 朱莉，谢谢家居投票给我，大家都要投票给我啊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尽管微佛系，但是该投的还是要投啊，谢谢杨磊看好你啊 ，Hello 透露奖 ，Hello 杨雄 ，Hello Steven，Hello 立伟。不过我就是对于投票，我有登记打疫苗啊，有，我有登记。对于投票，我就是觉得说，哦，就是呢，有时候我说你一定要投给我哦，你也粉丝其实不一定会投给你，就是怎么说，因为粉丝毕竟有他的考量，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考量嘛，就是
对，我们就不要给那个不要施加压力，所以有会员的都投给我就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继续宣传。嗯，到8月25号的11:59，晚上11:59，塔比太郎晚安。对，然后呢？这次的主题是成为你的居家女友年历主角，粉丝都有自己的推，对呀、啊，粉丝都有自己的推。Hello 阿正，这种时候就是到底要投给谁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考验你想要投给谁？对啊，经济考量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。谢谢朱丽安的银戒指，谢谢朱丽安的银戒指。还有，我相信未来。现在都已经解封了嘛，未来肯定还有很多活动的嘛，对吧？大家就是好好的规划自己的那个金钱规划。对，总选无二推，这也不是总选啦，这个就是一个小考验，小考验好不好？给大家的一个小考验。我们可以投一下吗？我们当然不行投，那我们当然不能投票啊。就拿谢谢保罗，谢谢保罗投票给我。哎、欸，保罗确定要投票给我哈？谢谢保罗，谢谢瑞荣的 Kiss 啾啾，十五块半会员也是可以分个一点钱，可以投懒懒吗？没有懒懒好不好？懒懒在乐天，东东晚安。花在浪的预算减少哦，这个蛮合理的、啊，毕竟解封之后就是有一些实体的活动嘛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还没讲完呢。就是现在办会员都来得及，都可以投票。Hello 嘎比王，谢谢塔比太阳的玫瑰。Hello 月笑，现在办会员都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会员，都是来得及投票。你现在办会员的话，就是你会收到一个会员编号，然后你就可以投票。哎、啊，你已经有编号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投票。然后还有什么啊？就是会员是依照信箱的。依照信箱去认定，所以一个人不是只能办一张会员，对对对，一个人可以办很多张，算为总选吗？嗯，我觉得不算呢，我觉得不算为总选呢，因为会员是年制吗？对，会员是年制，因为这个东西拿的又不是握手券，这东西拿的是会员卡、欸，这个意义上有点不太一样吧？会员卡跟握手券之于你们。是不同的东西吧？我这样理解没有错吧 ？Hello 123 Oco 好久不见，有好久不见吗 ？Hello 数学课本 ，Hello Ben， 收投票资格了，收投票资格要怎么收投票资格？我不太懂这个意思，收投票资格这是什么商业操作？跟我分享一下，收投票资格。票投林一，哪有林一姐收投票资格啊？那个人有投票的资格，他干嘛不投票、啊？收投票资格，花钱买你会啊？那个人为什么不投票啊？这个是有点类似，模式是有点类似总选啦，但是我觉得拿到的东西不一样嘛。对啊，你四月半的会员还没收到会员卡，真假恶意大叔？可是你有会员编号吧？有会员编号应该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。香港朋友说他有三张。香港朋友说是谁？是瑞吗？不是啊，那他干嘛不投票啊？能够登上年历，对啊，我跟你说，每个人肯定都希望了嘛，这个机会人人都想要。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考验，对啊，不就是你吗？谢谢嘎逼的生活，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考验。不是，可是为什么他自己哦投了也没用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。哦，这是一个心理战哦，好像蛮刺激哦，要不要研究一下？不是啊，但是很难说吧，这种事情。像我的话，我根本想不出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未知的战局，我觉得这很未知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很未知哎、欸，我觉得结果很难预测哎、欸，你们也不一定会没用吧？还是你们自己有调查？你们有成立调查小组，这什么广告、啊？哦，我今天有出门，我今天没有出门，但我今天有工作。对，像刚开始下的棋牌，好像很酷。Hello 豆花，可能觉得钱比较香哦。
他付钱，他花钱买，我懂你意思了。SS 看也有在十二人里面吧？不一定啊，我觉得这事情很难说。对啊，佛系就卖出桃花钱，我懂了。谢谢小翔的啾啾鸟，谢谢小翔啾啾鸟。哦，我都没想到这一出哎，大家想的好多，大家想的很多哎。直到毕业才会结束嘛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，对，但是也不一定，有很多，有时候这个就是没有硬性规定啦，对啊，没有硬性规定，我想的太少，我想的太少吗？我现在开始认真想，我已经想很多嘞，我投水里不如换成人，我懂，我现在懂，我现在懂。一张五十多，五十会不会太便宜？我现在懂了，对，我现在懂了。几月是看排名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不知道几月是怎么算哎、欸。啊，如果我有上，我希望我可以在四月。哎、啊，我不知道是怎么算，可是第一名的那个也不一定想在一月啊，对不对？他搞不好喜欢圣诞节，他就选在十二月，对不对？或是有些人，或是这个不一定吧，这我不知道怎么算。曲家扭是怎么呈现的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上来再想吧。对啊，我还要先上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这个结果很难预测哎，真的真的，就像开心刚刚讲的、啊，这个这是钱的战争，这结果很难预测。穿个衣服拍，肯定会穿衣服的、啊，不然不穿衣服。未知。十二人猜拳大会不会用猜拳的吧？我觉得刚刚提的那个蛮好的、啊，就是那个照排名选月份，这提议蛮好的、啊。想好了没上更难过，也不会啦。如果真的没上也不会，就一点点难过而已。对，一点点难过。志伟哥晚安。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居家女友穿什么衣服哦，我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你们想象的居家女友是什么。居家女友有很多种类型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能你女朋友喜欢在家里 cosplay， 她也可能也会穿 cosplay 的，她可能会穿那种水手，那个日本很好看的水手服啊之类的。对啊，觉得自己在几月好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如果要选就选四月吧。如果说四月是出生月份呢、欸？都是不安分的，我现在就够居家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不，我觉得居家女友应该不会像我现在这样，真的这么居家。对，这样有点太居家了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。Hello 不入流 ，Hello 玉。对，我觉得是不会。这投票不安定因素很大。对啊，我这投票不安定因素很大的。谢谢 Alex Lee 的，看好你哦。Hello， 一姐，拍生写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这样有很居家？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很居家，我今天穿的很居家啦。我今天穿的很居家，对啊，我妆不居家，对对。但是我相信，都要拍成年历了，应该是有一定的规格的。对，晚安阿平。为什么炸厨房没有我？当然，因为我不会炸厨房啊，我料理高手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居家会洗头吗？当然会。今天一天一小天开有开会吗？有啊，今天有开会。谢谢开心送我要我好看，哎，恭喜亮亮开，这怎么念？是我看错字吗？亮，谢谢亮成为大胸膛，谢谢亮成为大胸膛。Hello 陆克，陆克 Hello。素颜会出事，应该也是不会素颜啦，这太居家了，真的有点太居家了。谢谢励志橄榄树，励志橄榄树。在家录节目录了很久吗？还好哎、欸，一个小时吗？有点忘记了。对，可以贴面膜。居家女友然后贴面膜，这样子不行啦。我相信你们都想得太居家了。我相信不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会保有一定的那个品质在的。对，
晚安萨鲁 ，Hello 少爷，晚安萨鲁。居然有，我相信是不会有鲨鱼家的。对，谢谢少爷的玫瑰，谢谢少爷的玫瑰。Hello 博伟，如果真的穿蓝白拖跟鲨鱼夹，你们会傻眼吧？我相信是不会这样子。对，谢谢杰利鼠主人送我和你一起。喂，下希望解封后能做什么？解封后能做什么？解封后希望可以溜冰。对，其实我上礼拜。我之前有拍了一个影片，是我煎牛排的影片，但我觉得拍的有点太还好了，所以就不放出来给大家看。谢谢回回的圣火，谢谢杨公公的圣火。太短了，我发现煎牛排太容易了，根本没什么发，什么事都没发生就煎完了。对，没有黑掉啊。Hello 中影晚安，一下就那个。真的好意外，有吗？还不是因为我妹失心疯。Hello 海风，煎坏了吗？没有煎坏啊，没有煎坏。谢谢杰利鼠的励志橄榄树，橄榄帽，为什么一直讲错他名字？励志橄榄帽，高级和牛吗？不是高级和牛。谢谢中影的韩式花束，谢谢中影的韩式花束。没有，我煎的超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记得超好，谢谢瑞送我月赛选票，谢谢瑞送我月赛选票。妹妹有去哪里溜吗？还没耶，我们都还没出去溜过。对啊，很想试试看，可是又很怕不会溜，会受伤。对，谢谢中影的圣火，平常就会说不要让他请，是没错啊，可是就是我们觉得花的值得。谢谢 Sam 续费一个月，谢谢 Sam 大胸膛续费一个月。Hello Larry，Hello Miso。谢谢，哇，这什么去见家长哦？这什么神秘礼物啊？谢谢杰利鼠的主人送我去见家长哦。Hello 小鱼，校长聊话题，我应该会叠个。跌超多下吧，还好的影片感觉真的好看，不是那个真的还好，那个真的超级短。谢谢 Kilo 送我热血东京，谢谢 Kilo 的热血东京，谢谢 Kilo。会没时间溜，其实对啊，好像很多节目都会赶，就是因为没有存档很久了嘛，然后就会一直录，对。人好 ，Hello， 人好。对啊，我们也有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买护具，因为感觉我们一定会跌倒，就是跌倒的话，感觉没有护具会受伤哎。所以我们在想说，到时候我们出去溜的时候，要先买一个护具。这什么啊？这个 MV 是在演什么？有点悲伤，换一下。对啊，这穿在脚上也值得，真的。他感觉可以拍一些很好看的照片。谢谢阿顺的吻手礼，谢谢坚果的枫叶，谢谢麦克风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要买护具，但我们还在找那个好看的护具。我觉得大部分的护具都好丑，都很也不是很丑，就是没有设计，就没有想法。对，就很没有。对啊，他那个护具太贵了，买不下去。虽然那个护具很好看，但是那个护具真的太贵。但就是一般的护具都很怎么说，就很就是很平常。Hello 龙龙，对啊，那个鞋子要好好擦，主人可以点完。你想听什么歌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会太常出去溜，因为我们会心疼那个轮子。Hello 玉安，我觉得我的那双不用贴水钻就很亮。溜冰不买护具，可是我们想说，我们应该是会慢慢开始，对，慢慢开始，就是
我们一开始不会溜得太夸张。Hello， 小叮当，轮子可以换，对，轮子可以换。我后来才发现，就是他有卖很多配件哎、欸，就是像轮子啊，然后还有，反正还有一些我根本看不懂那是什么的配件。是护具超好看，对，那个护具真的很有设计感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好看就是用心设计的东西真的很，真的贵超多哎、欸。可是没有设计的护具又看起来超级，就是一超级还好，对，超级还好。《层层为应援曲》，《层层为应援曲》，《层层为应援曲》，等一下怎么跳？噔噔噔噔，是吗？好难哦，这个有点太久没跳。噔噔噔噔，是噔噔噔噔吗？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层层为层层为。神威护号，哇、哦，我还记得哎、欸，我太强了吧！卫星一子晚安，我太强了吧！我怎么会记得？好夸张哦！谢谢智的一见倾心，谢谢智的一见倾心，谢谢洛克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奇伟掌声鼓励，谢谢天主鼠瑟瑟的掌声鼓励，谢谢洛克的掌声鼓励。对，我怎么会记得啊？已经记在我已经。进入我脑海里吗？谢谢瑞龙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小黑黑的掌声鼓励。我是觉得我已经忘记啦、啊，我也觉得我忘光了、欸，忘光了，忘光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应该忘光了，可是我没想到蓝影人是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蓝影人是我忘记取是什么，然后蓝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有点忘记了。蓝影人那时候没有先发，所以没有跳，没怎么跳到。没怎么复习蓝影轮的应援，对，我的练习是很有目标的练习，对，因为我要短时间记忆，所以呢，我的练习是那个采用就是锁定答案的练习，对，刻在心里的应援。超级喜欢郭彦文，郭彦文的太好记啦、啊！郭彦文的是，郭彦文的很有名吧？郭彦文的应援算是很有名。廖健富，廖健富很难呢、欸。我想一下，廖健富 ，Home 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个是吗？不行，我想一下哦。廖健富是这个吧？有点忘记了，廖健富。桃园男儿是对人看，真假？谢谢我靠 ，Q 吧健步啊，对对 ，Q 吧健步，想起来了。Hello 小鱼，哦，不要再考我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刚刚那个是意外。Hello 小鱼，哎，不过应援曲真的是蛮容易会有印象深刻。我是不是啊？我极限了。Hello Alexi， 我真的是极限了。对了，五八，对五八。Q 吧健腹，刚刚是意外。面包，我就讲到面包我就难过。面包，你们知道就是我们那种就是怎么说，我们有点，我们这种考证照有点是就是怎么讲，就是短暂型去爆发，就是用短暂去记忆，就是我们不像面包师傅，他们可能做很久，可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要短期记忆把它记起来。对，面包还有一次课程，没错，对，我们是那种短期记忆的奇迹，需要用到短期记忆，就是快速的把它记起来。可是这种就很拼那个当下，所以拉很长真的是。很痛苦哎、欸！我刚刚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一个应援曲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听完，我觉得邱丹的很好听，就是邱丹的舞也很可爱，然后邱丹的歌很好听哎、欸，对。怎么唱？邱丹，拉库天的邱丹什么的，那邱丹的歌很好听，对，不是冷掉，就是。因为我那阵子密集的去上课，然后我一直有接触，然后一直有在做，其实我觉得记起来是 OK 的。可是呢，拉很长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去想就很难。对
Hello Pay， Hello Larry， Hello 优尼的小秘书 J C， 秋丹， Hello 阿春，一棒定江山，桃园秋丹。我觉得秋丹的音乐曲很好听哎，真的，秋丹的歌也可爱。博龙大王现在在日本了，已经，我这次也没有，就是博龙大王不是我刚好开始学应援的时候，就博龙大王已经去日本。Hello 开心 ，Hello 柚子，就像驾照考完，上路很久也会不敢开。对呀、啊，就算驾照考完，刚考完也不敢上路。对。直接延到八月的考哦，我跟你说，那个考试延后我也会很痛苦，就是我懂那个痛苦的心情，就是因为考试，尤其是大考啊，不是很多那种倒数一百天、倒数几天、倒数几天，我觉得是说，就是有时候你就是就算再增加了多一点的日期，你也不想要再读了，因为读书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对。然后看着一天一天日期变少，是一种就是寄托跟希望。但是当你知道要延期，又开始剩下三十几天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心情要怎么思考。当然还是要正向一点，就是呢，要想着，哎，可以多看一点书。可是呢，我懂那个心情，肯定是忧喜参半。对，对啊，本来就想说，我只要再撑一下下，我七八月就可以开心的玩了。对，我再撑一下，结果现在没办法。对，现在都没办法。现在你可以网购我的面包。对啊，每一集的话，我都已经是一个面包师傅了呢。今天家里节目录是很有内容的吗？也不算很有内容吧，就是它是一个铺陈，大家以后就知道啦。对。晚安加蛋 ，Hello 正人，谢谢加蛋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加蛋的告白气球。把幸福的感受，谢谢加蛋的大声说爱你，谢谢加蛋的大声说爱你。我可以在物美门口开餐车，我就已经开始做起副业了呢。起司沙子还在吗？当然还在啊，怎么可能不见？现在不见去哪里？谢谢正源的圣火，今天有化妆，但不是啊，我今天有化妆是因为有直播，我本来有直播就会化妆，只是因为异想天开，我在化了完整一点的妆，对，我又化了完整一点的妆，多多练习。我是希望如果延期到很久之后，可以多再上几次课，不然真的是很煎熬，对。要不要播一首《煎熬》？播一下《煎熬》，来表达我的心情。可以教化妆吗？我教化妆哦，我觉得我化妆没什么，我化妆就那样啊，我化妆。顺便参加《煎熬》，可《煎熬》key 很高哎。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唱。对 ，Hello M， 我才不播 MV 版的 ，MV 版的有点害怕。对，你也是分得出来哦？你们分得出来吗？你们不分不出来吧？男生不是都看不出来吗？还是我已经训练到让你们看得出来了？MV 版的有蟑螂，我的很明显，我的很明显吗？没有吧，是特效。我有认真画，跟没认真画太明显。哎，可能你们很常，就是我没认真画的时候，你们很常会觉得这样比较就是亲和，比较清纯。你们反而还比较喜欢这样子很清纯的样子，不是吗？我有时候那个没画眼线的时候，还会被你们称赞，
对啊，所以你们的口味，我是抓到了你们的口味。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太浓的妆，所以我才为了你们调整。对，我是为了你们调整。哇，我前面都没唱哎，不行，我等一下下一个主歌再唱，是这样没错是吧？我真是为你们调整。直播光线，对啊，直播光，可是我现在这个光线已经很好了。对，不客气，洛克，你对我这样不爱看脸，喂，什么意思？那我是你的腿吗？双赢，我们双赢啊！条件好的淡妆就够。谢谢二一大叔，谢谢二一大叔。哦，看个性，那我个性不错。我个性，看身材，那我身材不错。你们看个性哦，你也是看个性，羚羊。那我看来我个性优于我的颜值。谢谢杨公公的银戒指，谢谢天使鼠车车的看好你哦。对，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。这种有点像是那种发好人卡的形式的讲话，就是有时候你觉得我漂亮吗？然后你就回来说，我觉得你个性很好，我觉得你人很好哎、欸，这很像是好人卡的那个预备叫什么起手式。谢谢瑞龙的看你哦，谢谢杰斯九九的玫瑰，这什么起手式？你们怎么学坏了？完了，我又没唱到前面了。低的我都没唱到，高的我还要唱。没有眉毛也有被称赞，我是有眉毛的人，我是有眉毛的人。谢谢吐司，我应该是会活下来的。戴眼镜胜过一切，真假的？勇哥喜欢戴眼镜的女生。还要把你忘掉，怎么看都好。谢谢齐薇，齐薇帮我解套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个性好，怎么样都好，没错，所以个性是最重要的。Hello Himeji， 脸盲通常都会注意到脸比较特别。等一下，脸比较特别的是称赞吗？我觉得你脸长得很特别，这句话是称赞吗？我想一下哦，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？我觉得你长得很特别，这句话有点微妙。我觉得你长得很特别哦，你说痣哦，对我的确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对，我的确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比较特别感觉不太是称赞，对啊，比较特别是称赞吗？对，有痣不会认错，没错，这是我的优势，这就是我的优势。哎，要唱什么歌？这家餐厅的味道比较特别，这是称赞吧？这家餐厅味道很特别，这是称赞吧？十元坏话吗？哦，因为我唯一的优点是有痣，我以前不喜欢那颗痣，现在变特色。我是不喜欢这颗痣，是很久以前小时候不喜欢，现在长大一点就没什么在乎这件事。对，下外表真的是靠脸，谢谢二一大叔。二一大叔间接说我身材不行，太矮。有痣很有特色，对啊，有痣就是不会容易被记住吧？对啊，就像如果你有剪短发的话，也比较容易被记住。对，下巴有痣先加六分，真的假的？天主主特色、欸，其实很多人下巴都有痣、欸。你们知道，其实超多演员，他们下巴都有痣、欸，像那个波流下巴也有痣，然后那个有个男生叫什么名字啊？职人吗？竹内职人吗？哎、欸，他叫竹内职人吗？对，萧敬腾也有痣，我跟我妹真的长得很像，我们是双胞胎啊，粤语。Hello 杨雄。字特别明显，可恶！我应该要让它小一点。
哦，竹，它叫什么啊？我找一下。它啊，竹内良真，哎，你是吗？有这个人吗？有竹内良真啊，对啊，竹内良真啊，怎么竹内直人是谁？竹内良真，竹内直人是哪？怎么拼错？竹内良真加藤木直人，对啊，竹内良真啊，竹内良真的字也跟我在差不多的地方，对，竹内良真，还有波流，你看是不是个个都颜值优越？颜值优越，谢谢瑞荣的掌声鼓励，竹内良真啊，颜值优异，颜值优异，竹他是藤木，竹中直人是谁啊？我来查一下，竹中有这个人哦，竹中直我知道他有演，但我啊，原来就是他，就是竹中直人呢、啊。他演蛮多很厉害的戏，哦，对啊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哎，他是一个长得漂亮的密码家，没错，是那个密码，点按开关。Hello， 塔比太郎 ，Hello， 逸婷。还有谁啊？差不多就这样啦、啊，是吧？这样就够多了，好不好？开始圆嘟嘟没有啊？哦，小中餐那也有，对对对。哎，没有，我真的谢谢瑞的和你一起，我脸真的没有变圆，这头发到底是什么状态？这个。这个这桌是什么？这桌要去后面。不是，我脸真的没有变圆。我再证明一次，我脸真的没有变圆，对吧？我脸有变圆吗？等一下，调高一点我的角度。谢谢阿顺的啾啾你哦，谢谢阿顺的啾啾你哦，谢谢阿顺的啾啾你。我脸有变圆吗？没有变圆吧。这样也吗？这个角度好像不太好。这样子，哎，我脸有变圆吗？没有啊，我脸没有变圆，好不好？有吗？不能笑，不能笑。Hello， 艾斯，不能笑，笑了就会变圆，笑了会变大，不能笑。有没有看到这里有 ？Hello， 艾斯，拜拜，郑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假马尾没有啦，真马尾。我脸没变圆。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，谢谢果冻九号爱心小蛋糕。Hello， 福福猫，刚刚有居家女友气场，是不是？还不赶快票投起来？谁？那个谁？那个谁？票还不投起来？那个谁？你们？你各位？谢谢天竺鼠抽抽的玫瑰。Hello Jeff 6106，谢谢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。Hello 心仪，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。那个谁？你们赶快那个没变圆，变圆这词是圆还不圆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我本来也没有很圆啊。会员买起来，对啊，那个谁还不赶快投票？那个谁，投票起来 ！Hello Best 6100，那个谁就是你们啦、啊，就你有觉得我在叫你就是你了。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吐司吐司，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，只有一张也是票啊 ，OK 票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选举的宣传词语，我想一下，叫什么？艺人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选举的宣，我记得有这种词啊。等一下，会员卡过期了，续费啊！赶快续费投票了，艾斯，谢谢艾斯。Hello，
票 Gag 那个票都很珍贵，每一票都是很珍贵的，有什么一张不嫌少，一万不嫌多，有什么每一票都是很珍贵的宣传词，谢谢彤彤的一封信，谢谢彤彤一封信，一人一票，票票等值，对对，还有没有更好的？一张票一事情，一张票一年历，还有什么更好的？我想一下哦，我想剩一张先投给你，谢谢益生菌，谢谢益生菌 ，Hello 孔尼基哇，你下次可以不要支持我，什么？我下次可以不要支持你，什么意思？你下次可以不要支持我，这句话是你对我说还是我对你说？就差你哦，选举的用法是就这一次了，你下次要投给谁都没关系，就这一次一定要投给我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一票一世界，一人一票。我想我来那个26岁，今年26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做，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。对对，等一下，我要找一下那个不是。你下次可以不用投给我，真的，下次你这次投给我就好了，真的。我要查一下选举宣传政选举拉票宣传，拉票宣传语，拉票的口号，唯一支持，谢谢。一票还到底，那是谁？那是那个游乐园吧？谢谢博成的励志橄榄帽，谢谢博成的励志橄榄帽。那个到8月25号，拉票台词，我看一下拉票台词，经典拉票宣言。谢谢杨公公的玫瑰。投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这什么？这还好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这个都还好哎。我们的目标是一纸投票，这个也还好啊。这个怎么？这个宣传语还好哎，我看看还有什么。我表现太好笑，怎样？我很诚恳。谢谢瑞的银戒指。投票是为了不让你的权利消失，这很像公投的宣传。公投宣传，一票不嫌少，两票恰恰好。那我要改两票不嫌少，三票恰恰好。投给一号，找回目标。以前那个选举不是还有抽，就是那个，就譬如说总统选举，然后他们就要先想到很多那个宣传词，譬如说因为不知道会抽到几号嘛，所以他们就要先想很多个，然后抽到号码的那一刹那，那个标语就要开始出来，就是所以要想很多备案，我觉得超酷的。我有竞选编号，我没有竞选编号，竞选编号就是没有竞选编号。Hello 宝杰 ，Hello 塔比太郎，等一下我再看一下。这个票很，这个拉票宣言很还好哎，投票口号，这套玩这么多年，真的是二号流是什么？喂 ，Hello 四红，你不用好运来 ，Hello 运气很好 ，Hello 你们准备，我们准备好了 ，Hello 星莹。对啊，跟 Catch Press 一样的，微微的别 ，Hello， 微微的，哦不是，微微的刺，我又看错字了啦，微微的刺 ，Hello， 微微的刺猬 ，Hello， 微微的刺猬，一票不嫌少，两票就好，越多越好。我真想好像105号，对，好像是 ，Hello， 叔叔，好像是105号，对，晚安博成，晚安，差你一票，翻转 TP， 这个太严重了。这个有点太严重，我是105，我记得，对。会员申请可以指定吗？这个规则感觉有点难撼动哎，因为都已经实施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投票口号好像都还好哎，等一下先播个歌。你还是要幸福 ，Make Shia Great Again， 这还不错哦 ，International 化。
投越多票，抽中生日祝福的几率越高。这个实在林果，林果果然是实在的人，这个很实在。你没错，投越多票，抽中你的几率会越高哦。所以未来掌握在你的手中。八月底还早，8月25号，对啊，还其实蛮久的，还有一个月，一个半月，还有一个半月，对，你们还有一个半月可以赚钱，对，但你没抽到，那就是不够多，需要再更多，需要再更多的那个，对，需要再投入更多。你还是要幸福，要唱什么歌？我有拍过生日祝福影片吗？我没拍过哎、欸，我没拍过。应援投票标语，每次直播讲一次。啊，要想一个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会员承办时间应该会来得及吧？嗯，应该会来得及。敢不投我，你试试看。二一大叔这个蛮有魄力的哦，二一大叔好像可以哦。等一下，我先放一首歌，先放歌。要放什么歌？如果抽到我，就是你拍。所以啊，你就是要再放更多筹码进去。那我要来去对，喂，不行。2021诗雅要赢，哎，这好像不错哎。2021诗雅要赢，诗雅要赢，我要投给小迪。OK 啊，这个投票是民主的，就是一定会给时间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一定会想办法让，如果大家有想要办的话，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大家可以投的票。对，竞选标语，对啊，竞选标语。2021诗雅要赢啊，2022就可以输了。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2022是2022的桌力，2022也是要赢。 SSK 一起团结力量大，希望我们四个都可以手牵手一起进去，好不好？可以给粉丝目标，可以给粉丝目标。你说祭品文那种吗？可是我想一下哦，可是我也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拍。想一下，我先播一首歌，等我一下，给我一点时间。就自己出一本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耶，自己出一本啊。叫我妹帮我拍，不行啊。自己出一本可能要等之后，对，要等之后才有机会。Hello， 飞高高，晚安过喽。我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，我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，或许我的心你不懂，我努力让你感动。我觉得我先不要想祭品文的内容好了，我们先等局势更明朗一些，我再来说要怎么做。反正八月不是还蛮久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先观察一下局势。博弈加油！以后的目标，对啊，以后的目标 ，Killer 不行，喂 ，Killer， 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大声说出你所有感觉。这是什么歌？这是靠近一点点。自己的世界。对，我们要观察局势，现在局势还算未明朗。对 ，Hello 勇哥，我们要先观察一波，再决定下一步的走向。对，再两次阿飞，没错，吐司吐司。我永远只是单恋，我也会唱着感谢，笑着和你说。但票是可以先投的，对不对？你压票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票可以先投出去了。当然，你最后再投也可以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忘记投票就好，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权益了。对，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权益。当前的票数嘛，好像没有这个办法哎。以目前公布的资讯来说，是没有这个办法，感觉没有这个机会。对，不能忽视了自己的权益了，大家，你们还是要先投票的。对 ，Hello 樱桃猫，
图签是你签，希望你的图签是我签的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连投没办法投。对啊，所以会员要先办起来，对，你可以先预估一下，对，已经很多人被拐走了。不，我觉得被拐走的人，他们早就心里有底了吧？对啊，那些人是早就心里有底的人，那些人是抓不住的客群。对，我们要进攻，还有机会的票数。对，你还在想要投谁？一姐可以投给我啊，一姐不如就投给我吧。谢谢天主主叉叉的看好你哦。谢谢吐司吐司，中间选民，对，我们要进攻中间选民，有没有？中间选民都是最可以改变一切，也不一定，这事很难说，哎，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说，哎，摇摆州，谢谢奇味的一封信，对啊，大部分人都心里有底，这真的是这样子，大部分人都心里有底，谢谢奇味的一封信。进攻中间选民，但我们中间选民是左右战局的走向，是就是这样，不是中立选民，是中间选民。对，我是乐天女孩队吗？我是 AKB48TP 的队员，我是一参加异想天开这个节目，然后去参加那个一日乐天女孩的单元，所以我才会去跳应援这样子。对，乐天球迷要不要帮我拉票一下，组织一下乐天球迷们，不是中立选民，是中间选民，你投给了小晴吧也可以，我真的觉得我不会，大家如果心里已经有底的话，我觉得大家投给大家啊，废话，就算我说不准你给我投给我，你也不会投给我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尊重友善包容，对，尊重友善包容。投给思雅还是面面？数学课本可以好好想一想，对，数学课本可以好好想一想，想投给谁？对，你也要给阿小。其实我觉得这是、哦、好难哦，就是好，就是怎么说啊？心里的那一块，就投给小晴，我也很开心。就是如果你们大家是把票投给小晴，我也会觉得很开心。就是啊，好难哦，这怎么这个心里。啊，真的是好讨厌的感觉！那火箭队好讨厌的感觉。哎，火箭队是会讲这句话，是不是？真是好讨厌的感觉啊！这个真的是好犹豫啊！充电器掉，这真的是很犹豫。等一下，我充电器掉了，我怎么充电啊？充电脑好了。去办了一年新闻，谢谢艾斯。请投给我，谢谢。讲这个，你有雨塞，等一下啊，我先充个电哦。投完可以拿到什么？投完可以拿到有我出现在上面的年历啊。啊，充个电。我试一下，可能我们就加百分。你们真没关系，我觉得战局还很长。等我一下，充个电。哎，怎么没有充到啊？让老偶像重返荣耀，我是双胞胎，对啊，等一下，怎么充电啊？怎么充不到电？能用电脑充电吗？好麻烦哦，等我一下哦，我要去插一下充电器。没有要买年历的意思，喂，没关系。等出来了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买，没关系，这种事情2022还久。谢谢魏的枫叶，等我一下我去充个电。谢谢益生菌的告白气球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哪算啊，我是为了充电呢，怎么能算离席？好了，延长线有开 OK 喂，好吧，那只好把这个钱存到那个集资箱，我等一下发，不行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发红包。大卫仔早班假晚安，谢谢 Ben 的真情告白，红包，我没有钱发红包吧，
我看一下，抓猴国财库吃紧哎，我怎么发红包？红包？哎、欸，我也有钱哎、欸，好好好，发红包发红包，给大家鼓励好不好？给大家鼓励啊，大家就是集资金额，集资金额，我再发个500块呢，快点存下的红包，存下红包自己抢，存下发的红包存下自己抢，谢谢大家，你看我还是有鼓励发鼓励的好不好？你们有抢到吗？不客气不客气。谢谢玉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天主圣圣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天主圣掌声鼓励，自己的红包自己抢，谢谢若克的真情告白，谢谢若克真情告白，谢谢若克的真情告白，自己抢自己红包，谢谢四九门口中了柑橘的真情告白，谢谢谢谢 Frank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 Frank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掌声鼓励，谢谢梁的行李箱，谢谢奇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福福猫的知府的守护灵，谢谢福福猫的知府的守护灵，谢谢樱桃猫的玫瑰。哎，有人发红包，谢谢谢谢樱桃猫的玫瑰，谢谢 Jesse 九九的红包，谢谢 Jesse 九九的红包，虽然我只抢到9块钱。谢谢红包，谢谢红包，谢谢水锤的红包，谢谢水锤的红包，谢谢 Neil， 谢谢水锤的红包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这是抛砖引玉吗？这个，谢谢若克的真情告白，谢谢若克的真情告白，谢谢。哇，一个红包可以换来这么多个红包吗？我没钱了，我谢谢魏的枫叶，我没钱了。发纾困，发纾困，谢谢秘书的吻手礼，谢谢秘书的吻手礼。谢谢冰鱼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冰鱼的 kiss 啾啾。Hello 一姐 ，Hello， 自己红包自己抢，我们都自己来自己来。谢谢奇威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奇威的真情告白。对啊，我们财库吃紧。晚安前，你看我现在红包。才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才972块哎，只够再发一次红包了，一次972，存钱存得很辛苦。Hello 小庞 ，Hello 加蛋，红包领了，对啊，红包都领到了，你们应该知道投给谁了吧？对吧？我明白。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。投给下，对了，先暂时观望也是可以的，票投票是你的权利，你可以自由选择，对，可以自由选择。哎，什么？你小梁你自己没抢到哎、欸，谢谢四小棒棒的玫瑰，小梁自己没抢到红包哎、欸，小梁，小梁的手速，小梁手速下次要快一点，谢谢，谢谢四小棒棒的玫瑰。我要的800 ONG。再一个就再也不能发红包嘞，也是可以啦，反正我存钱也不知道干嘛。好，我要再发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，下一次就是要等存完钱才可以再发了，我要发咯。强啊，没滑到拼图，我太慢了，我被抢完了，我太慢了。
我拼图卡住了，可恶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拿去多买一杯饮料，不客气。对，不客气，大家。我太慢了，没抢到。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。我可以去成员那做公关，你说去成员的直播间发红包吗？这个也太亲门踏户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哎，谢谢红包，谢谢瑞龙的红包，谢谢瑞龙的红包。天有异象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想说存钱存那么久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，感觉存钱也没什么，就是没在干嘛。谢谢中影的紫普的守护灵，谢谢中影紫普守护灵，谢谢勇哥的红包。谢谢勇哥的红包哦，可以去成员直播间抢红包，这也蛮亲门踏户的啦。谢谢洛克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洛克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拥抱是什么？谢谢自带我去流浪，谢谢自带我去流浪。Hello 香草，谢谢红包。数不清的泪，我又哭了好几回，谎话沉淀。你现在够500了没？我现在不够啊，我刚刚没有抢到红包啊。我现在才，我现在496而已，我还差4块才可以再发下一包红包。有看放羊的星星吗？超爱超爱放羊的星星，超级爱。你对我刚刚滑拼图的时候没滑成功，对，身边看不清原来还跳动的画面，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。现在已经开始投票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已经开始投票啦。哦，可以发没有粉丝团的吗？哦，哎，对，我好像一直没有改这个设定哎。等一下，他先等我存到钱。我现在根本没有钱，我现在根本没有钱发红包。对，选钱之夜，选钱之夜。等一下，可是选钱之夜好微妙哦，就是因为来不及耶，因为当天不是八月，如果你8月24号办会员，来得及吗？感觉选前之夜要办在什么时候很微妙。谢谢博成的七月守护徽章。对，选前之夜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选前之夜？这好微妙哦，真的。Hello 立伟，哦，难怪你都抢不到，抱歉抱歉。你要发红包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。下次直播就选前之夜吗？也太快了吧，来不及。对啊，来不及。我喜欢什么时候办？那我就。啊！可是我很喜欢24哎，还是可是7月24是礼拜六哎，下一个的24号是礼拜六哎，礼拜六通常 啊红包，哎，我又没滑到了，可恶，我感觉又抢不到了，我又没抢到，对不起，真是九九，我不没出席，对不起。哎，9月24是怎样？出2023年的年历是不是？哦，可恶，我没按到。Hello 马奇，24号，对啊，24号。啊，我没按到，太没出息了，可恶，我太没出息了。但你没加粉团，我没抢到我的4块钱。最后办会员之前，我看看他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是最后办会员。他没有说哎、欸，哦，8月20前是不是？就让他好这样做。真会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。我们之间曾经说唱错，不是好不好？是我刚刚那个滑拼图有点难滑，就是它有点容易宕机。对，扫街拜票，疫情期间感觉不能去扫街拜票，
疫情期间大感观感不佳。哒哒哒哒哒 ，Hello， 平平。线上少钱，线上少红包，线上少包。Hello， 雷秋 ，Hello， 罗红。谢谢齐薇，谢谢齐薇给我民调，但民调不能作假哦，你要跟你心中所想的是一样的。不然会对不起自己，对，要哭天哭地，要选前之夜要操作一波，对不对？要好好的发表一下激励人心的演讲，对。哎，你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准备好了。Hello， Collins， 晚安。Hello， Oco， 注意，我准备好了。哎，怎么是爱心小蛋糕？谢谢中影的爱心小蛋糕哦！啊，我又没滑到，气死我了！这是什么鬼啊？怎么那么难拼？我太没出息了，我太没出息了，对不起 JC99， 我太没出息了，我怎么连滑？我连滑两次失败，你不要再发了，我今天不一抢，今天不一抢。谢谢 Neil 的直普的守护灵，谢谢小梁的眼睛变亮洞，真的不，今天不一发，今天不一发，我太难过了。为什么？谢谢博成的吻手礼，谢谢博成的吻手礼。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了，这个可以，可以。天主主穿车，耶！我抢到红包了，20块，20块。谢谢天主主穿车，谢谢天，谢谢 JC99， 谢谢红包大王们。谢谢小薰的眼睛也亮亮，谢谢齐薇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红包，存到一个，我看一下我现在可以发红包了吗？看一下哦，哎，我现在有516块，我可以再发一次红包，但我们不要今天发，不能今天发，发这样太，今天发太多了，今天发太多了，要规划好，要规划好。谢谢吐司吐司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吐司吐司的掌声鼓励。我看见爱一直在闪亮，心改变了方向，城市情歌太甜。谢谢秘书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秘书的真情告白。Hello 黄鱼，对，要等待下一个好时机。选前之夜，选前之夜，然后只发一个500块的红包，这个选前之夜感觉很没气势。对不起 JC99， 但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发了三包红包。对，黄鱼晚安，你唱到哪？走路工500块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比较红包比较拮据一点，对。我以为爱一直善良，现在剩一个人坚强，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，我还懂飞翔。我看见爱一直在善良，想逃的心改变了方向，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伤，才让一碗热汤红了眼眶。张轩家，谢谢追踪。Hello 阿翔 ，Hello 米卡。谢谢天主鼠车车的捕梦王。哇！你们有看过这个广告吗？苹
果手机的广告拍的还不错哎、欸，第一名环岛感谢之旅，环岛 again， 谢谢益生菌的看好你哦 ，Hello 博弈，谢谢益生菌的看好你哦 ，Hello 小鱼，选前之夜什么时候要办？选前之夜，我想一下，可是我为了我后面的行程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。等我后面行，对，在厨房里的苹果手机广告，对啊，感觉好耐用哦。Hello， 佳佳，等一下，等会。哎，你们看哦，你们看他说，未来将陆续公布2022年年历预购贩卖时间，还有各种票选结果的福利讯息。你看，代表还有很多东西没公布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各种票选结果的福利讯息，我们要且战且走。对，谢谢勇哥的侄女，谢谢勇哥的侄女。Hello 陈恩 ，Hello 林阳。我常被广告吸引，好的广告很容易，广告拍得好，自然而然就会被吸引啊，这是广告的魅力。谢谢杨公公的玫瑰 ，Hello Best 6100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，我们就期待咯。选前之夜不办吗？当然要办啊，但是现在还没办法定出一个日期。我也要看我什么时候直播。对啊，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对啊，侄女勇哥，侄女他应该很想投给我一票，侄女很想投给我一票。还有福利没公布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看他写各种票选结果的福利讯息，哎，各种票选结果的福利讯息，那会不会是票选结果出来之后才会公布？我看一下，哎，谢谢心仪的爱的小熊，我来理解一下这个文意。春天，我始终带着你爱。谢谢林果的啾啾牛，谢谢林果的啾啾牛。有小心当你们本人知道有这个活动吗？嗯，我们差不多时间知道，对，差不多时间知道。谢谢卡七的上火，开始研究规则，看能不能钻漏洞，钻漏洞，钻漏洞是什么？钻漏洞，钻漏洞，钻漏洞是什么东西啊？钻漏洞，不是啊，我们要了解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要先了解游戏规则，才可以知道怎么开始这个游戏。对，钻漏洞，钻漏洞。肖明晚安。对，我为什么一直大舌头？太久没讲那么多话。谢谢 Charlie 的七月守护徽章，谢谢 Charlie 的七月守护徽章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谢谢心仪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心仪的告白气球。Hello Kevin，Hello 小雨。不了。嘟嘟嘟嘟嘟嘟。谢谢天主鼠车车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天主鼠的掌声鼓励。啊，好久没唱这首歌。谢谢 L 的玫瑰。谢谢凶明的枫叶。不测试哪里出了错。
恋爱的进度有些落后，之前抱说你也喜欢我，怎么会还无动于衷？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，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，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，就你傻傻还不懂，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再不行动就要被扣分，我一直在等着恋爱轰轰烈烈的发生，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明明暗示的够明显了，我很天真，觉得勇敢的情话最动人。竞选一，对，我知道肉肉粉丝有做竞选背心，谢谢玉安的一封信，谢谢奇威的银戒指，谢谢易轩俊的银戒指，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阿顺的玫瑰。想看看你走在前头，开不了口，多希望你在下个路口就会牵起我的手。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，我真的很想问你是害羞还是太迟钝。没有啊，我还有在玩餐车的游戏，我还有在玩，我会破完，我会玩完它。对，我期待着，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整。谢谢家居 ，Hello 阿鲁纳奇，哎，52分了。谢谢一生俊，谢谢一生俊，真的应该摆赢，谢谢若克的掌声鼓励。木头人，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，我真的很想问你是害羞还是太迟钝。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给我一秒心动的眼神，我期待着，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整，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整，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整。萨瓦迪卡，谢谢阿顺的看好你哦，晚安玉安，下次直播时间应该是礼拜一吗？对，礼拜一。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睡睡课本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杨公公的银戒指，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，谢谢克里斯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Zacy 九九的银戒指，晚安冰雨。哎，我还没念牌名，谢谢吐司吐司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吐司吐司的掌声鼓励。我等一下念牌名，先唱一小段。月光拉长的身影，萤火虫。其实真的可以拉到票吗？感觉大家都定了会在。我也觉得其实这个感觉是大概都定了，不过就不放弃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咯。对啊，看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Hello 蘑菇，就尽力，尽力不要留下遗憾就可以了。先念排名，开餐车直播，开餐车直播可以拓展粉丝群吗？哎，我要先念排名，我念排名咯。啊，按错了。夜人怀中樱花，
第二十名是勇哥，十九名是吐司吐司，十八名是数据门口中了柑橘，第十七名是奇威，第十六名是益生菌，第十五名是瑞，第十四名是洛克，第十三名是博成，第十二名是小翔，第十一名是林果，第十名是阿顺，第九名是钟颖，第八名是 Zessie99， 第七名是心颖，第六名是 Sam， 第五名是开心，第四名是加蛋，第三名是智，谢谢智。第二名是 Kira， 谢谢 Kira。第一名是杰利鼠的主人是什么？第一名是杰利鼠的主，哎，不对，第一名是杰利鼠。为什么卡住了？第一名是杰利鼠，谢谢杰利鼠。插在直播会吸引一部分客群为你尖叫而来，为了我尖叫而来。我尖叫这么有吸引力吗 ？James， 晚安，谢谢奇威，谢谢杨公公，谢谢 Kid， 谢谢小水来唱歌拉票。堂哥，可是堂哥已经差不多很完美嘞，堂哥歌词很完美。恋人手中樱花的册，唇彩满布的微笑，种下了一朵朵。青春璀璨的年少，恋人怀中樱花草，听见胸膛心在跳，偷偷的在思念，那是我们相爱的味道。等我拉一下票才去投，为什么？一样意思啊，你终归都要投给我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先投嘛，一样意思。Hello， 阿鹏鹏投了好。就是心安，睡觉心安啊，不会好像忘记一件事情没做那样子。对，在家都是不是都没讲话？对啊，我最近比较少讲话，干嘛？我是很常大舌头是不是？晚安，晚安博成，谢谢天主鼠悄悄的看好你哦。念榜完了吗？念完了，博成。晚安秀明，小文 ，Hello 小文，你傲娇，傲娇不行。那你再买一张，然后等我拉票的时候再投，这样就可以傲娇了。对，你终究要投的。对啊，你终究要投的。年轻人还是年轻人，对不对？晚安，修明，谢谢修明。晚安 ，Geek， 晚安，樱桃猫，谢谢吐司吐司，还有 Rex。晚安 ，Killer， 晚安，魏宇。星走去哪了 ？Hello， 钟颖晚安，博成晚安，易凯晚安，修明晚安。今天晚上秀明要不要去投一下票？帮我投一下票，办一下会员，投一下票。秀明，杨乐晚安，四月晚安，七七八八晚安，一根君晚安，一姐没关系，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犹豫。Good night， 勇哥，谢谢七七八八，四月晚安，谢谢字，感谢字，谢谢字。每一票都非常珍贵，谢谢志。钟颖晚安，开心晚安，瑞晚安，开心拜拜。年历的投票吗？对啊，默默晚安，默默晚安，博成晚安，就是年历的投票。家居晚安，后影晚安，晚安后影，晚安安，晚安 Chris， 晚安 Julian， 谢谢秀明的枫叶，谢谢小梁，赞赞小梁。傲娇小梁，晚安阿顺，晚安盛汉，晚安博成，晚安林阳，晚安库洛洛，晚安易姐，晚安宪忠，晚安朱莉安，克里斯拜拜，晚安玉，晚安丁毛，晚安吐司吐司，晚安阿鲁拉奇，晚安博成。办会员还要汇钱给公司吗？办会我是刷卡吧，线上刷卡吧，哎也是可以，我不知道，这个有点技术性问题，可以问一下各位兄堂们。Jesse 九九晚安，谢谢小黑黑，国东九号晚安 ，Ben 晚安，辉仔晚安 ，CJ 一零三晚安，幸运晚安，叫我妹，我妹肯定不会办的、啊。奇威晚安，福福猫晚安，洛克晚安，七七八八辛苦了，吐司吐司晚安，阿鲁纳奇晚安，一凯晚安，晚安，卡不卡？只会讲这两句，技术性问题不要找你。对啊，技术性问题不要找林阳。林阳，赶快找到你的财富密码！林阳，秘书，我会帮你祈祷的。林阳，秘书晚安，景庸晚安，小文晚安，钟颖，钟颖怎么了？钟颖，
OK 晚安，谢谢微雨的玫瑰，艾斯晚安，秘书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，科科小王子晚安，加蛋晚安 ，OK 晚安，自动帮我，很不错啊，益生菌，办了也不投你，喂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虽然说你办了不会投我，但是还是要办，对，这样就可以多一个会员了。下礼拜一见，晚安。终于拜拜一，喂拜拜一，财富密码埋在手眼。好，我可以出去的时候我就去挖。一姐晚安，林阳晚安，谢谢林阳，瑞和晚安 ，Cookie 没有参选，卫星一直拜拜，拜拜西西，拜拜上汉，拜拜二一大叔，拜拜孔尼吉娃，拜拜杨公公，拜拜 Oco。谢谢吐司吐司，拜拜浩毅，拜拜 Alex Lee， 天天拜拜 ，Cookie 参选第一名，众望所归，陈 Cookie， 浩毅拜拜，谢谢鸡爸爸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如果有投票给我，大家谢谢你们，把你们手中宝贵的一票立刻马上投给我耶！ Yeah! 如果之后还有宝贵的一票的话，也可以继续投给我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林阳拜拜，微尘拜拜，你的票在上，我还要去挖。博尘拜拜，志荣拜拜，欢迎都是拜拜，瑞库拜拜，拜拜大家，下礼拜一见，下礼拜一见，拜拜。天主厨说说，会员很简单啦，你就按下申办会员就可以办成功了。对，哦，我妹办会员也不会投你，那二一大叔会投我咯，谢谢二一大叔。哦，对，我妹办会员也不会投我，我不知道他会投给谁，我去问一下他。对，我去跟他瞧一下。力保陈家居住会行。对啊，年历可以没有姓陈的吗？陈这么大的姓，哎，姓陈的通通都要投给我。年历我是 TeenTV 唯一姓陈的人，我是 TeenTV 里面陈家的希望，所以姓陈的人通通都要投给我。结果那个粉丝姓陈的也很少。会不会礼拜一四吗？对，礼拜一四，对。好啦，晚安大家，晚安。小丽有意带着13只小鸡进来。 Hello， 你姓林？喂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陈林一家亲啊，我妈姓林耶，陈林一家亲，林家跟陈家都要投给我，我掌握了两大姓氏。好，晚安晚安，谢谢阳光的玫瑰。 Hello 浩毅，晚安晚安晚安。这时候一家亲，对啊，陈林一家亲啊。哦，对，兰兰生日，我在录一个视频，兰兰祝兰兰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帮我截图一下。博成拜拜，土司土司拜拜，陈林一家亲，对啊，看姓氏，兰兰生日快乐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祝兰兰生日快乐，兰兰生日快乐。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月下，拜拜博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还有个人生日，今天是肉肉生日，票投懒懒，喂，懒懒没参选，思源拜拜，一颗小王子拜拜，一拜拜大家。哦，玉生日快乐，林阳拜拜，一拜拜，一拜拜，啵啵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按喽，拜拜。